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莱佛士书院的新小虎队。今天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舞蹈表现出一个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，从一开始裹足不前，怀疑自己，到后来勇猛直前，勇猛地去追梦。就像我们三个人一样，从一开始自学自编舞蹈，到今天站在这里，一步一脚印地实现我们自己小小的舞蹈梦想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。谢谢。看看墙角的潇洒都不服输，在裂缝里要伸出水泥墙都抵挡不住，听不见环境低头屈服，我也要有同样不屈不挠的态度，放弃了放弃不能出现在我字典里，继续也继续再接再厉再走下去，耶、yeah, 别怀疑话语还是人生课题，坚持到底是不变的道理，也许不容易，Just like a dumb